上面两队。我知道，我知道，看到了。我要 scan 了，我不行，我不行，没枪。你小心点，我这边在架枪。我有枪了，我有枪了，我要去打，我可以打了。Scar 特效是真的好看，是的，这个烟雾真的好看，烟雾好好看。嗯，还有人的，突然因为这个皮肤要爱上 Scar， 在一开始这个游戏的话，这 Scar 是我老婆的，到后面我抛弃了 Scar。不是，你为啥抛弃 Scar 呀？因为 M4 香啊。M4 它不香吗 ？M4 它就不香吗？香。这边死完。OK， 牛掰。哦，需要一队。走吧。照顾脚步。没了，先没补药，这个人他们居然还敢过来救人，天哪！对，以前我的 ID 叫做喵神指挥 Scar， 现在我啥都玩，因为我现在变得更加博爱了，不是花心。东西一个。他甲要吗？有，我有甲。仓库。哎。牛掰呀，柔柔，你这么操作，我跟你讲。职业操作，我跟你讲，你可以打职业。真的假的 ？PL 联赛没你我不看，真的。但就那个 PL 联赛没你的话，我不看，真的。这就吹起来了，这么牛皮吗？官方 PL 最新联赛没有你的话，我不看，真的，我打死不看。那你跟官方邀请我吧，你跟官方说一下。你邀请你邀请你的话，你没有资格。为啥呀？他职业战队专属的。我觉得我应该去找一下大将军，让他把我 PY 到他的职业战队里。PY， 哇，震惊！然后居然要和大将军进行肮脏的 PY 交易。我操！哎，你别这样。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不是，我说的都是那种真的很单纯的话，真的到你嘴里面就感觉不一样。不是，怎么就不一样呢？我的天哪！不是，我说这很单纯的交，就是交，就是那个什么，然后到你嘴里面就是肮脏，很奇怪。怎么就肮脏呢？我的天哪，你自己说的是肮脏的 PY 交易，你自己说的哟。啊，行，那我换一下，震惊，柔柔居然要和大将军进行某种神秘的 PY 交易。你是不是傻？哎，防区没准还有人，你知道？也可能没人了。啊，不对，刚刚来集装箱那个好像就是防区那队。对，是的。我有信号枪哦。哇，你怎么把把有信号枪啊？我都没捡到。长得美，哎，你今天看我造型吗？人家说我今天特别好看。底下有人，我脸上。来了。哦，不对，你看了，你说你下午你看了。不知道是不是真人，我们一起来。来了。
别上，别上，别上！我看到了，是证人，是证人。二楼阳台，二楼不在阳台，阳台，他队友来了，好像，队友来了。我要熏死他！啊！两枪就倒了吗？没有人机。吓死我了！哎呀，两把 scar 了！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衣服里面有一个很骚气的动作，一定要买。就那个跳舞的是吧？嗯，他那个跳舞是那样跳的，就是屁股一扭一撅，然后胸一抬的那个。好性感！你这个形容十分色情，搞得我有点想歪了，有点想不回味了。怎么打算这么买啊？一定买，一定买！不要这个形容很色情那种。我还以为在搞黄色，我要发问号，终于轮到我发问号了。哇！恭喜妄想大哥中奖，恭喜你！我这儿有人，打不打？人头够不够？来！你都去玩游戏了，那就去。嗯？走吧。谢一生追求小哥哥的柔松卡，感谢。恭喜中奖，恭喜！你还吃不吃五六啊，柔柔？不吃吗？兄弟们，直播间有火箭少女，就是有我身上这个衣服的，兄弟们扣个一啊！有我身上这个衣服的扣个一。等明天晚上有一个专属的火箭少女的室友赛，兄弟们，100个身穿这个衣服的人一起打室友赛，兄弟们，知道吧？我们加了也可以哦。对，只要你们要参加的话，就是发送邮件。你加两个字，联系邮箱 ysjtnb@163.com 我知道吧，就截一个游戏主页图，就截一个衣服的图，再加上自己的微信号，我们这边会审核，知道吧？我们会去查你的 ID，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所以你们不要企图蒙混过关啊。蒙混过关。联系邮箱。从机港出来满血，后面开到屁神只有一半血了。老板，你怎么能够这么能撞啊？天哪！但是他没有影响我们吃鸡啊。他影响我们吃鸡，我怀疑就是因为那个车撞了两下，所以上把一维斯没有成功。要是没撞，你可拉倒吧！明明是你自己拿双狙好吗？我鬼知道最后是个满面带花的，是吧？这都能扯到我头上，不可以这样子哟。狙狙大哥，哎，你玩了第几张那个隐形守护者？第七张。总共有10张是吧？好像是，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结局，我想把每个结局都看了。你那里可真贪心。那肯定要每个结局都看一下呀。不过那个游戏做挺好的，确实，你如果说。
真的很投入的玩的话，你会感受到那种剧情，就跟看电影一样。有四个结局那个游戏。看这边人在什么位置？我有信号枪。马上岩石专家和小猫咪干架了，这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那我怎么办？你要不加入我岩石专家算了。不可以。那你成立一个那个女子军团吧。我是一个有立场的人。那你成立一个女子军团吧。但是啊，你就专门拉一些萝莉音，对吧？就是拉那种人美声甜、话不粘人的拉进来。到时候你们要怎么个？你们是怎么个干架法？50v50啊。就这。那我到时候观战你们哦。邮箱的话 ，Y 邮箱在左上角，屏幕左上角。我好饿啊，天哪。哎呦我妈炸的这个素丸子太好吃，真香。妈呀，我觉得我没有长胖也是因为我没有就是没有人天天那个给我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弄东西吃。每天直播的时候我都吃不了东西。吃的话要吃干脆面。魔法是小浣熊。我妈说我要去上海，她可能跟我去。你还在上海呀，我的妈呀。没有，我只那么一说。哎，不是我，哎，你不是应该早就知道我要去上海吗？是吧，主要去年就说要来上海了，今年已经3月份，才3月。这边人不要带了。没有，这么一说，怎么可能？我妈怎么能去啊？我妈来了，我爸怎么办？没有摩托车，是不是没有摩托车？有摩托车吗？我们驾个摩托车吧，我们有谁？可以啊，有人准备打。我换位。你看，我有油，你放一段加速就行了。嗯。我先开两枪。他停了。别动！先补一个。来人，1.8米，技术。他怎么？哎，有人打了两个信号枪，山上三个。我知道，你现在别急，因为我把他打残，那知道我把他打的特别惨，我。走吧。等我先回血，稍等一下，我先回血。左边吗？对，就从山脚上摸上去，慢慢摸，别开车，因为我们两个人可能不好打。我知道。可以接着过去，摸上去。可以了，走吧。走。小心。他已经发现我们了。真的假的？真的，他我刚好像看右边树那里。我先把人打满了。你别拿错枪，看到没？前面就有一个，发现了吗？从右边绕吧，从这边往上绕。OK， 还是我边走边站，没看到我们。
我的妈也好飘，我又想打双狙的，真的。你打。确定可以打吗？我给你狗打好吧。再加一把生化枪，来吧。车辆暴风雨来的。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在哪儿？这雷不是我丢的。我又上去了，怎么又上去？又开始了。前面，背后有人。这边，背后在这边。前面，我们前面有人，我们站在中间了。没事，我们先把。我操！好多人，这。下面这个打吗？现在别接我打拼能量。你确定这下面有一个吗？确定有一个。我看到他了。分秒吗 ？Nice， 牛掰！上面有人，小心。大伞，这没爆头。打一个。牛皮。我跟你说，三个人，三个人，你之前击打一个人应该救起来了。左边来人了，这边两个人，左边两个。OK， 牛逼，这配合可以呀、啊，那必须的嘛。这么对，叫RouRou，你们在虎牙可以搜索他的 ID 啊。可以关注他一下，楼楼，看一下，我这边我要捡100发的命子，看一下能不能破棋。你打那个下来了吗？你打那个？下来了，前面。OK。打关注啊！你们搜他的名字就可以关注了。我没有名字，我是美团。我的名字是美团。啊，不是叫RouRou，打上RouRou，这个是这个，别关注错了这个。这明天晚上有专属的火焰少女101的时候在啊，收到随门扣个一，明天晚上过来看牌面好吧。苏美，是大家订阅哦。好，我们看这个石头、啊。几点不知道，我得先组织一下。明天晚上你们就知道了。明天晚上你们来我直播间就能看到了，好吧？走。感谢大家订阅。这把的话，我们站住水神甲库，或者站那个地方的稳池，站那个甲车库我觉得好一点吧。对，那就先站甲库吧。然后圈如果刷阿神的话，我们再站阿神好吧。嗯，我明天跟男人一起打呀。101跟男人一起打，你们想来的话，到时候我在群里面。你到时候你要拉群是吧？对，要拉群。你把我设管理，我这边也拉。子弹，我现在你让你猜一下我有多少发 AWM 子弹？100发，我109发，兄弟，牛逼！这把双狙可以说是挑战自我了。看到车了，前面马上，等等，我把车可以呀、啊，没有六倍镜。会不会进之前一大堆你不倒是吧？两个人全在空投后面，我这边打不到了，他起烟了。现在人好聪明，现在。来，你开着，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去阿神那走。
阿成去最高点吗？对对对，去这个点。上面有人，你小心，近战。那个三层房是吧？对对对，直接站在房，你直接扎，直接扎，扎在房就行了。来吧，我们还可以和左边有人，你小心。我不能倒，这山下有人呢，你小心啊！在下边吗？对，又，啊对，那人打了两枪，他好像跑到右边去了，左边去了一下。哦，我不能，我不能倒，不能倒，我绝对不能倒。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别上三楼，你在二楼待着行。稳住啊，这把狙的身打双狙还挺难打的。这有 AK， 你要不要换？那换什么？不行，你这二楼看不到东西。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哇，大狙！漂亮，倒，右边来了，近点来人了，小心！这边，不用回血了，那啥，给苏荣开，我好难玩啊！不行，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近点有个人，我不知道他在哪。我看着带你直接绕吧。行，不就把近点肉摸了，他好恶心。我开车，我开车，你不用管我，我狗砸，我开车看一下。我打那个他死了。这边近点绝对有个人，不把他打了真的不行。没看到、啊。拜。所以300知道，300打狙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瞄准头了，但是你手一抖就没了。下面的人也不敢落了，下面的人。下面我打了一个，那个他死了。我对面现在应该就两个人了，现在。下面可以吃，我觉得，如果说我能秒掉一个的话。嗯。然后那边，海那个河那边还有人，你知道吗？那边有两个人，我跟他击打就那边的。嗯。也不漏一下，河那边看到了没？你先把这边狙了，要不要？两个。OK， 我来了。在那个，我看到没？这看到了，但他那边空气墙狙不到，空气墙吗？能跑毒吧？对，那边有空气墙，这边可狡猾了，这些人。还有九个。有车，没有车过来了。那个车好像跟他们不是一队，他们在打。哦，来个吉普车，三个人，吉普车三个人。来，带你杀人来。我们过去杀人吗？扫车没问题吧？就是我们去这个书号，他等一下的话要开车从墙上过的，知道吧？嗯，懂我意思吧？他百分要过的他。来我这边，他又死掉了。但是我们两个只有一次机会啊！你来我这，来这个石头这，丢块雷把他给炸了吧！我看一下，
还有吗？还有一个。没了吧？还有一个情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应该进不了圈，他圈都进不了应该。这个位置。在跑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我这儿看不到，我怕我房间后面有人，我刚刚看一手后面，我进不了圈了。后面人在叫我们后面。姐。进去了。人是蹦蹦他案。抱歉。哇塞！牛逼啊，兄弟！还行吧，还行吧。下面实力成就经典，王者绝非偶然，知道吗？我们去练甲壳库吧，然后走。我去站中一点。我的妈也是吃好了。就知道，就那辆车过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到他脸上去。他一过来，我就一个瞬间把他给秒了。对，全陀，所以说打狙的话，有些时候会打得很水。我们后面可能有人，你别上了吧。没事吧？我上这边。哎呦！要是两边的人，我们就会被炸，你知道吗？没法去打呀，我们上面是圈，我们上面是圈，我看到了，对，牛逼，三个人二位三吧，是吧？我也觉得我得换个位置，我想换到那边。你在下面，哎，我在上面，好吧？啊？哎，你在下面，我在上面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对。他们不是一队的。只有一个，来，在我这儿。那不是稳的吗？那这个，来，在这红房子这边，跳了，去那个前面这儿了，去这个房子。行 ，OK， 行，我知道。哎呦，可惜，但是二位三多好玩，二位三。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号？上来了。他也不动，这个人。在楼里，二楼。抱歉。哎，帅不帅，兄弟们？哇，兄弟们，感谢人让的这个人头啊！这也是人头看着天气了。然后回家直播间就搜着RouRou，你们可以订阅一下好吗？可以。今天RouRou我就要去王牌局单。